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睏有好无？啊有啊，无个吼，正常哦。因为昨真正足寒吼。啊，另外一个吼，迄、那个木栅动物园，迄、那个一个叫做啊，伊也着。听讲话最近一礼拜拢睏无好，安怎？因为大家拢要食鱼啊，元宵节拢要食鱼啊，又烦恼个，规礼拜拢困袂去。啊，先煞讲一个马英九的吼，马英九之前拢时间拢 stay 吼，啊有一届去一个养猪户引导，我那拢 stay， 啊遐养猪啊，佮有饲鸡啊，也饲猪，啊即嘛。你带伊咧参观伊迄个养猪场哦、喔，啊，即马迄个主人就请马英九行头前。马英九讲：“啊，你主人你行头前啦。”主人甲因讲：“无啦，我拢惯是行伫精神的后壁。”好，啊，即马到中昼，就主规就请马英九食饭，啊有迄。几只鸡啊吼，炖鸡啊吼，阿曼舅就先硬，硬迄鸡卡起来，吼伊就讲吼、哦，这个凤爪很好吃，鸡卡伊就讲啊足高级的，讲吼、哦、这凤爪，啊即下就要硬一支，迄个两支呢，一支要硬予主人讲，啊来你一支啊，我一支啊，啊要硬予主人，主人无啦，我无咧食这啦，因为我拢老够食啦。好，安尼困醒啦吼，好来开始上课。来，分帖新日本国家、大日本帝国，啊，这两个啥物无共？大日本帝国就是只红色的这啦吼，南区的岛吼，啊，北海道吼、啊，本州、九州四国吼、啊，来到琉球、台湾、澎湖，包括南海，这叫做大日本帝国。那么现在新日本国在这个旧金山合约里面规定新的 日本国就只剩这四个大岛、哦、那么新日本国要加入联合国、啊、联合国就是什么就是以前那个旧金山合约签署这50国、哦、除了日本以外联合国的前身就是以前的同盟国，哈、啊。啊，你甲想，较早日本大日本帝国是跟同盟国咧修建，啊，尾啊，这同盟国来做一个联合国，啊，即嘛新日本去加入联合国，就是等于讲加入同盟国的意思，安尼是毋是背叛大日本帝国？加入敌人啊嘛，哈、啊，对不对？啊，所以这。现在新的日本政府跟以前这个大日本帝国是不一样、哦、这点可能你一时会回不过、哦啊、你是慢慢的想因为麦克阿瑟也那个为波茨坦宣言就说了将来日本只会这样留下日本这四大岛跟它周边的一些小岛附属岛屿、哦、那么那袂叮当。你看看哈，1952年4月18日的旧金山合约生效，新日本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哈。尤其是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哈，已经嘛是等于自治呢。包括迄阵你有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来限制，伊袂使有军队。对外国没有宣战权啊！哎，未使有军队，但不呀，那有自卫队，就是韩战爆发了啊！啊，美国嘛发言讲，伊需要甲日本美国驻军在日本这部队调去参加南北韩战争，啊，日本说抗议，日本的防卫出现漏洞，啊，所以不呀，尤其拢以前拢美国咧替防守日本。的国防，啊，等于美国拢爱开足侪钱，
啊，美国算人袂好咧。啊，就准叫因组自卫队，好、哦、保护自己啊。啊，其实今卖自卫队，日本一直加增加伊个国防预算哈、哦，其实伊个自卫队兵力足强诶，哈、哦，伊个设备拢真好哈、哦。啊，今卖日本政府是干呐一个自治政府呢，哈、哦。好，啊，咱来看讲，啥物人才会当称为台湾人？第一个，认同台湾的人。爱台湾的人，而且住在台湾的人，或者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人，以上皆非。安尼，你看，应该是以上皆非。好，咱大家哦，认同台湾的人，那安尼就一定做台湾人哦。也足侪人嘛，讲伊爱台湾哈，认同台湾。尤其遐偷渡来台湾，诶，中国人，好不？迄拢会当做台湾人咧，安尼咱敢袂使？一偷渡犯呢，哈、哦，哎，伊就是用卡投台湾一票嘛，招了台湾，认同台湾哈、哦。啊，哪些来拢偷渡犯，啊，都咱就惨嘛哈。我、哦、爱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那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嘛，足爱台湾，好、哦、对不对？啊、哦，所以别痛哈、哦。啊，住在台湾的人，中国1949年荷兰招来这难民。伊嘛住在台湾呢，结果人因嘛拢讲因是中国人，哈、哦，以做中国人为荣。啊，你袂使讲来住台湾就拢个做台湾人，哈、哦。哎、啊，外劳来台湾嘛是住伫台湾的，好、哦。啊，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这个中国人，迄个免讲啊，哦。好 ，OK。那么代表讲你标迄、那个证明你是。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就是爱有摕到这张啦，哈、哦。这个重要内底才有一个分类 TW 哈、哦，这个介重要。以后都要有这个 TW 的身份的人，你才有资格做台湾民政会公教人员啊。注意，没有军，因为咱台湾不需要这边哈、哦。台湾的国防是美国来负责哈、哦。啊，干那有 TW 身份的人靠。迄、那个参政权，就是讲参加选举，吼，也是比选。OK， 啊，咱是头拄仔迄张台湾政府身份证，咱是依照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通过了，咱是依照这个法案，这个法院来发头拄仔迄张台湾政府身份证。哦，所以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你都爱摕这个来证明，唔是摕这张。哈、哦，我爱台湾，所以我摕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哈、哦，你若要爱台湾，你都要摕这张，唔是摕这张，哈、哦，这张是代表你是中国人。啊，这咱的申请表，哈、哦，好，啊，这个上重要，咱讲几波就是日俗美战，哈、哦，啊，这两张图做代表，哈、哦，好，迄、那个丝丝有两种，咱台湾也有两种，哈、哦，啊，咱看卖，好，这个是政治台湾。政治台湾的即马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较早流亡的中华民国这个政权，蒋氏政权，伊的头家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啊，伊的头家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哈、啊，当然国务院受美国总统管辖指挥，哈、啊。好，啊、来看另外这边叫做法律的台湾，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咱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台湾军政府，啊。顶头上司是美国国防部，同款上尾啊，这头家叫做美国总统，奥即马是奥巴马，吼、哦。这两个有啥不同？你去政治这两字，吼、哦，诸葛前讲啊，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啊、哦。这边会当讲拄人，拄着人讲人话，拄着鬼讲鬼话，啊、哦。会当故一件代志，会当随在伊所言得点病。要讲乌就乌，要讲白就白，吼、哦，这个政治。但是咱若法律就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哈、哦。咱这边是讲的拢是正确法律来讲的，咱这比较没有模糊地带，这边拢，哈、哦，种模糊地带较济，哈、哦。所以这边咱今麦咧做的是这条线路，咱这边绝对无通让你偷鸡摸狗，哈、哦，便宜行事的 ，OK。那么，
我对咱本土台湾人有真大个期许哈。啊，比如讲咱即马来看即档树啊，哦，即台南迄个成功大学内底迄丛榕树哈。那么即丛真正发了有够水，有够大丛哦。你去现场看，你徛在树啊卡，哦，你会感觉有够壮观哈。啊，即丛我甲比喻讲，即叫做国民党，伊来台湾，哦，对咱台湾土地。伊来到遮，吼、哦，乌白两道拢控制，哈、哦。那么在台湾扎根，安尼盘根错节，输咱台湾这块土地血汗，吼、哦，安尼甲国民党饲甲遮大当遮用。吼、哦，啊，咱拢想讲，有咱有啊，咱有三明治啊，有三立电视台，吼、哦，迄、那个大华新闻那个美国民党，啊有民视。啊，有自由时报，哦，这三明治，哦，安尼一定国民党会倒，结果无影。为较早王本虎的台湾心声，安尼骂十几年，嘛骂袂倒呢，吼、哦。表示讲，因等于讲，拢咧筹备咧做红台呢，上计是算到伊的尾流者，会甲扫小可长尾，也是超尾大呢，不会影响伊整个大台湾继续茁壮。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利用法律，就是要来乌伊只根。咱即马咧个乌个根哦，乌个伊即马特别棒，特别多啊！哦，哎，你甲看，马英九即马一直衰败落呀。伊较早陈水扁民调落到剩18%，伊咪讲爱支持，爱知所进退，爱是总统。叫伊伊即马存无到9%，那安尼吼，18%爱死吼，啊那存9%爱死2摆安尼，啊对不对？叫个袂见效，今仔伫遐咧，做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哈。好啊，所以咱爱认真来学法律，认真来学只国民党的手筋哈，啊学倒哈。OK， 好，啊、那么这台湾真好水啦哈。即我2008年10月去爬山翕的，迄阵拢无心讲有一工我用了这张相片。你看，真正台湾够水，啊！但台湾水都敢那一个水姑娘啊，水人无水命，吼、哦，人见人爱。荷兰人看到爱，吼、哦，啊，就来占台湾，吼、哦，讲到。为安平才起来哈，起因的热遮兰城，啊，甲台湾当作伊的贸易的基地，哦，伊来遮就是要出鹿皮，哈、哦，因迄阵防寒的衣物足需要靠这个皮哈、哦，所以鹿皮台湾迄阵鹿口比人口还多，满世界拢鹿啊，鹿啊比人较济，哈、哦，啊，所以因来就用物件叫原住民讲。你替我去掠只鹿啊，吼啊，剥皮，吼啊，即马我给你买皮，我用物件给你换，吼、哦。那么过来就是用蔗糖，因来台湾的台南迄个所在引进迄个甘蔗，啊，咧种甘蔗咧做乌糖，啊，因乌糖迄当时是奢侈品，无输黄金啦，迄卖迄个其他国家吼，介绍足好个。所以来台湾变作伊个贸易个基地，哇！换郑成功甲荷兰人赶走，啊，咱伊个变郑成功个反清复明个复兴基地，吼、哦！啊，所以等于讲来台湾个台南地区吼，包括高雄甲嘉义一部分，伊拢屯兵啊扎营，就是。本来有好意思要好好经营台湾，结果因为施琅叛变，哈、哦，常咧讲迄个施琅号，哎，施琅号，啊，结果伊在台湾这附近地理，啊，20几年咧，哈、哦，等于讲伊个王朝就倒啊，哈、哦，结果换大清来，因大清管台湾213年，无好好经营台湾，因为因遐官吼。
大清甲韩姐讲，你来台湾袂使娶某囝来，你爱独身仔来，吼、哦。啊，三年关爱两年满，你做三年你来转去，结果因来想啊，我既然袂当待在久留，待在静诶，啊来就是要贪污，哦，所以就三年利用两年时间，就家己诶落地啊，讲地甲巴巴巴，拢贪污吼、哦。所以三年关两年满是安尼来，吼、哦，因第三年就等要看退。找一工啊，风和日丽啊，就要坐船要等于因代清啊，吼、哦，所以无拢无好啊经营，吼、哦，变作伊捞钱的基地。好，你看嘛，1945年，换日本政府来，啊，日本来，发现讲哦，台湾真正报道，啊，伊来足认真经营，有着这个报道，因为咱的台湾会当一年三收，两开的稻米。啊，一开个杂粮，比如玉米啦，一豆啊类个，还是旱季哈。那么造成日本本来因会使讲缺粮个，即马有台湾了哦，因粮食足富足个。啊，即马伊煞甲台湾当作因南进哦，太平洋南太平洋个迄个南进基地哦。有你若要战争，一定爱先有足够的粮食哦。有一句话叫做“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得爱粮草有足，粮草先准备好，那要战争了就无可能无啥物时间通去布置啊，创啥呢？吼、哦，就认真战争啊！啊，但是粮草有足，后继的这个后勤没有问题的，战争较真个呀！吼、哦，所以台湾块变日本的南进太平洋的南进基地，哇！战后我中华民国蒋介石来。因1949年撤退来了，咱又阁变作反攻大陆复兴基地，啊，为头到尾400年拢咧做人个基地呢。好、哦，啊，你甲注意看这个，这个山顶，这是人工建筑物，哈、哦，咱若无讲，你可能唔知哈、哦。这就是满洲个东边迄个九鹏飞弹基地，哦，就咱所有中科院所研发出来飞弹，拢会上来遮。做试验，吼、哦，实弹射击拢会往遮来，包括新加坡因家己发展的飞弹，嘛爱来遮做试验，吼、哦。啊，这个为啥咱来看台湾遮水的所在，就是因为台湾太好了，啊，地理阁是一个要冲，吼、哦，你无论是做生意的航运，吼、哦，拢爱经过台湾海峡，吼、哦，所以。好佳哉，咱是由美国军事占领，所以还可以稳得住阵脚。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要对外扩张，因为较早杜鲁门因开始反攻政策较明确化了，开始做围堵政策，所以咱算真重要的一个围堵的一环，嘛会使讲是美国伫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航空不成的航空母舰。吼、哦，啊，我昨日讲有讲着讲，咱爱。联合美日来防卫台湾，因为马英九就会联共制台啊，啊，咱台湾人敢遐戆，袂晓联美日来反共。马英九不是拢想办法伫媒体，啊，比如讲前年的这个马奇奥，跟伊的男朋友拍咱台湾的司机，有无？好，马英九就抓到这个机会，因就用宣传。为透早报到暗，安连续报几礼拜，拢咧讲哦，日本人拍咱台湾的司机有无？迄就是要鼓起我们反日的情绪，哈、哦！啊，咱唔要中伊个计，哈、哦！啊，过来，伊讲要进口迄个美国的牛肉，迄猪牛肉，哈、哦，有啥物瘦肉精的这牛肉，要入来台湾，互台湾人食。其实这是这个会使讲马英九的一个计谋。伊家遮一寡资料，互民进党个立法委员，互遮民进党立法委员摕到遮资料，哦，美国因家己作者拢有用瘦肉精呢，啊，即要进口来互咱台湾人食，啊，即美国人夭寿，吼、啊，就是嘛是要用这点，佮借刀，借互咱民那个台湾人切民进党，啊，去用民进党来台美国。啊，予台湾人来反美，讲哦，恁美国人夭寿，要用毒牛肉，要阮台湾人食，吼、哦。啊，这你看，
就是要造成咱反美、反日、仇日，哦、包括像讲钓鱼台，明明人美国伊都已经依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哦、包括钓鱼台拢停给日本啊，啊这你若要抗议，你嘛叫你要保护钓鱼台保钓，你唔爱去甲美国抗议，讲是安怎你？迄地都阮台湾的，啊，你奈佫加幸福去予日本，啊，无毋对，你若听伊讲讲，钓鱼台是台湾的，我卖叫嘛定安尼讲，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是我们台湾的，啊、听起来敢那对呢？啊，事实上，钓鱼台是台湾的，啊，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安尼钓鱼台像的，啊，日本天皇的啊，啥不讲毋对？哦，啊！你著制造讲哦，日本拢咧欺负咱台湾，吼、哦！迄钓鱼台，咱的渔民也去遐掠鱼啊，都许赶。啊！你侵入人迄个领海，当然会用赶。啊！你若领海还是临界区域，才四海里以外，日本船是干那都较警戒尔，嘛袂去甲你喷水。啊！你著硬钓工拢买，迄我咧想，有可能是马英九拢买收在渔民，哦，钓工去冲撞，去甲冲撞伊的迄、那个。这个领海哈、哦，要调要甲落的哈、哦，啊，开来制造新闻，啊，开来制造讲，你看咱的渔民拢去遐互欺负，哈、哦、，OK， 阿曼叫我啦，有够闹鬼的，伊家己唔敢坐船啊，我去钓鱼台遐宣示伊的主权，竟然讲伫迄个什么书，偏家书，家人我迄个偏家书，都遐顶广讲咧，遥望钓鱼台，宣示钓鱼台是我中华民国的，笑死人。中国人定咧编辑出来了，吼、哦，所以咱卖和中国即款和做即号做虚功啦，拢做无一无实际，吼、哦，干那要博版面的，咱来学美国，吼、哦，咱美国真正是伊有迄个实力，伊拢假软软啊，好啊，即摆阿强我足强啊，阮足弱个，对，你若像中国人就爱碰碰嘛。哎，那真正膨胀到家己伤大，真正讲要来拍美国，美国早拢等的，拢得等你出招。你若先出手，我有理由甲你拍你密密麻麻。吼、哦，啊，做美国即马拢假啊，总弄的。啊，我即马欠钱，我拢甲你借钱，吼、哦。啊，借钱，那叫咱秘书讲的，秘书讲的。啊，即马一万大概2000多亿美金啊，吼、哦，1兆多啊呢，吼、哦。啊，这会使讲对咱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比如对讲可能袂行，因为呐，啊那小钱甲拍败就免行啊，对不？哎，那免行，伊就爱个搞不来，爱个割让土地出来，吼、哦，割爱用占领，吼、哦，对不对？哎，啊，甚至讲美国的飞行机呐，要拍灾了，爱个赔，哈、啊，对不？都像同款啊。咱当初大日本帝国去打珍珠港，去打美国，甚至到尾啊，琉球甲台湾平湖拢用占领，要美军占领。啊，你要甲退转来呐？钱退来啊，赔来啊！我较早美国的算计你也赔啊，好好吼、哦，琉球3亿2000万美金赔煞，好行哩。台湾较大地吼、哦，可能爱300亿美金嘛吼、哦。啊，这那连江。咱日本政府也较有钱吼，也、哦、是爱处理呢吼、哦。好，啊，水往水，啊，咱你有爱台湾无？有影无影，哈。好，听讲，莫干那嘴讲呢，卖像迄个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伊嘛足爱台湾呢，但是伊迄款爱吼、哦，咱会惊呢，吼、哦。哦，迄款罗马迄硬要爱吼。哦伊，嘿，吼、哦，啊，都敢那讲有一句话讲，食无着哭哭地，哈，食着嫌懊悔，吼、哦。啊，这款来吼，咱买吼，这款男朋友买够，喏，长到情人节嘛吼、哦，我讲诶，咱要手牵手来，牵到有一段时间，验证对方是真正对咱是真心真意诶。
哦，咱讲要来跟伊合并嘛，较有影。啊，迄款呢，中国因这个三千年的历史，就是拢澳大的历史啦。因三千年拢是战乱史，真少有迄个太平盛世。哦，敢若唐朝迄阵有，所以唐朝因迄个太平盛世迄段时间，咱的日本迄个时阵就派遣唐使，等于去遐留学，去遐学。然后迄阵有学着伊的茶道、剑道、书法。但恁即摆想，即摆恁若要讲茶道，日本的茶道，你讲要剑术，日本的剑道，这世界拢有名。哈、哦，你讲要毛笔，你即摆若要写较好的毛笔，嘛爱来日本看。日本伊拢会甲别个国家的优点学起来，搁加发扬光大，搁创新，搁加加入。所以日本是安怎会遮进步？亚洲地区为有一个国家去甲西洋人赶走的，就是日本，就是咱日本本国。啊，这咱成为他的一部分，咱应该是与有荣焉。大清中国人来甲咱管212年，十三后人讲13年，管甲不得不弃，拢无进步，是日本人来。用短短50年的时间，就把咱台湾的水准扭到跟因东京差不多，佮比因上海较，因中国上好的迄阵上繁华的都市。啊，中国迄阵的上海是安怎会繁华起来？就是其他国家拢入去遐投资嘛。嘿，上海就是讲以前叫做东方明珠啊，但是共产党掌控中国以后，煞香港准变东方明珠起来，算上海。位置地位刷去哦，香港甲替代去，啊，这就是讲，你一个共产制度，共产制度拄开始听起来敢那足好，哦，大家拢平好个，大家拢食同款，拢平等，哦，这款个乌托邦听起来足好，但是这违反人性，哦，伊无保障这优秀的人，哦，伊若有新的发明，啊，无啥物啥物著作权，还是这个发明专利权来甲保护。啊，或者有才能的人，往那归去自暴自弃。哦啊，遐做农的讲，啊，我今仔起来做甲规身骨干，病甲要死，我食同款。啊，我归原来来摸鱼，啊，大家都摸鱼的状况下，迄稻米生产就少去啊。啊，无发明者不爱发明新的物件，迄、那个国家袂进步。到尾煞大家均贫，大家拢病散，拢食病歹。哦，这就共产主义违反人性。哦，啊，资本主义当然原来有些缺点，但伊起码是鼓励向上。只要你肯拍拼，哦，美国就是提供迄个环境，哈、哦，伫自由、民主啊、平等、互惠的环境之下，你发挥所长，哦，你该搞写文章的，该搞写故事、写册，哦，做你去写。啊，你做个发明物件，你做你去发明新的物件，哦，你拢会当赚到钱。而且国家用专利、用著作权这方面来，吼、哦，给你保护、哦。所以这款呢，民主自由的美国，吼、哦，欧美先进的国家，是咱台湾人爱学习的对象。咱爱看面，只能看面行较歪。咱爱回到像较早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吼、哦，爱脱亚入欧。咱欧洲这好的，咱全拢甲学起来，吼、哦，卖去学。咱的西边迄个罗马国家，哦，迄阵嘛，敢那有钱呢，足无品啦，吼、哦！你都那出国，你就知影，还是你那去到遐，你就看咯，吼、哦！都买物件，就嘻嘻叫安尼，啊，敢那会晓买介贵的物件，啊，袂晓操作，像我手机买上好个，啊，袂晓操作，迄无效，吼、哦！迄是暴发户的心态，吼、哦，啊，咱卖学迄个吼。当然，咱早期30年前，比如咱台湾拄啊开放观光，咱嘛有一款现象，大家去到欧洲瑞士，就是拢要买劳力士表，啊，一届买着几十粒个，啊，买转来买送亲戚朋友，还、啊、是拢暴发户的心态哈，卖干呐要爱名牌，你家己品呐无够呀，名牌穿伫你身躯顶哦，你的气质也表现袂出来哈。啊好，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啊，我先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拜拜。各位同心，下个。